荣眷邢静女士为本处社区志愿服务组长，平日即热心公益。邢组长自本月起加入响应本处推动荣民遗孤认养计划，大手拉小手让爱延续，每月捐助遗孤认养金1000元。特此感谢邢组长的爱心，也希望借此公开表扬其善行义举，并邀请社会各界踊跃支持本处遗孤认养计划。请洽2769-9098-107。